什么令的挂挂挂挂台语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住伫台湾马来西亚人 ，Smalling。今年有春夏秋冬，今摆已经是冬啊，所以就会食火锅的物件。火锅有足侪汤会当选择，有一种是台湾人足介意的汤，就是麻辣汤。麻辣汤爱配啥物？爱配鸭血，所以今仔日我就是要来食麻辣鸭血料理包的，看到无？那我再给你看对照，看起来是足叮当。哦，内底有两包哈，一包冬粉麻辣鸭血的料理包，会当直接煮的，然后因为冬粉会吸水，所以因为冬粉会吸水，所以最后才放入去。你先趁现在算一下有没有几块鸭血好了。哦，内底有一袋大袋豆腐，差不多七袋八袋鸭血。OK。哦，还蛮多的。这个豆腐甜甜的，烤烤烤，你不听到？甜甜烤烤烤。好。耶，冬粉变嫩啊，会当食了吼。好。好，你夹。我要面向你那个豆腐。好，那你夹。哎呦，叫嫩哎。板豆腐对不？好像是臭豆腐哎。臭豆腐、哦。嗯。好，切开，好耶，麻辣酱捞入去，对，搁卡入鼻啦。嗯。就是袂歹食诶。真的吗？嗯。你不是不吃鸭血的吗？我常常吃啦，因为我是一个不爱食咸的人嘛。你知影，若是常常吃咸的物件，你去变瘦的时阵就辛苦了。懂的人都懂。现在就吃伊个冬粉。嗯嗯。我介意这个麻辣汤的味诶。是吗？嗯，伊个调味足足啊好。嗯，吃豆腐哈。这个豆腐不这么臭的，我以为是臭豆腐，味臭的臭豆腐，但是拢是麻辣的酱。哎，你讲足甜的。甜，所以我无介意口感，所以就吃鸭血，鸭血嫩嫩的，哎呀，嫩嫩的。嗯，冬粉的。冬粉我介意的，已经吸伊汁，足满足满。足甜的。嗯。哦。嗯。啊，伊汤是会当啉的无？应该会当啉。啉看麦。嗯，会当啉的。会少咸无？喂，一点仔咸，伊上主要是咸嘛，就是麻辣，哇，好好诶！料理包安尼做甲袂歹咧，我讲真诶，系啊，卖这回事，我先食一块鸭血，食完再结尾。嗯，我发现哦，台湾人足介意食鸭血，我去外口啊、夜市啊、餐厅啊，拢看到足侪麻辣鸭血啊，麻辣诶臭豆腐，安尼一定有配鸭血。今日麻辣鸭血就到这，后盖继续食麻辣，后盖见。拜拜，下骹要吃什么就吃什么，吃，还不吃，吃。